主要是他那些老伴儿也老干扰他。对。缓缓劲儿，这一直都一直不缓劲儿。你鸡巴都开炮了，这既然是那开炮，好吧，开呗，鸡巴的。上去吧，看工作中途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不？知道不？高局吧，高局我都不供了。你跟还给他垫好不？给你供了咋整？啊，你供了。啊、你打他，你打他。啊，我打不了。先出来一个。出来。打完了。啊，可以，这个是。是吧？别看了，啊、看啥？吃炮的不攻？吃炮练上，是吧？练啥武器？从小打个兵孩子先受伤，你先把他撵走不行啊？哎，这啥？啥的？啥地方打的？啥地方？这谁好？练完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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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打单门柱的先。单门柱你都顾不着。练完柱也不好。成个死大兵，他还吃炮，连环柱也不好，一连环柱等于两炮，连环柱不是，可以连环柱吧，连环柱等于两炮，连环柱先不，他先不等你两炮，他先压你的响应，啊，哎，直接整两炮，不整两炮，不整两炮，人家还能啥？嗯，丢下，他先压你的响应，你不好，他下一步再等你炮，等你响。乱七八糟，多跑也没错。他都打过来才有着气，他不打过来他就没着气。攻一步他打过来，攻一步他还打。攻一步打一将一撑个十把炮就起来了。先撑死。但是不能先攻。撑死吧，要这去那嘎个叫，撑死吧。撑死你不用练跑吗？啊，练跑没去吧？你练跑或练跑不好，他压你响应，可不好呢。哎，那么去了。你大了，你孩子跑了吧？他大了，你走你走跑了吧？他跟啥？凑合多跑。那打中兵吧，中兵打了。没啊，从我那个炮咋办？从我那个炮往后退，能往后退。嗯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他要再成中炮咋整？哪个炮都能往后退。那你一推到那，你还有那个位置的猛位置嘞。成你中退一，能退一。能退啊？这个炮能退一。能先打的。他是先，他是先赢的，走。这先赢一手再说，是不是？吃不着啊，那吃不饱了。那都对着吃了，啊，那对着吃。对着吃，嗯，对着吃都对着吃，这，这都吃了多了。吃饱了吗？吃了可不好，你吃了得点糊弄了。吃了的，先练着跑呗。啊。
对着吃，对着吃。练上跑了，这个姐。练上跑。对红姐有瘾。啊，你光说了，我不认抓他。你现在是都是吃泡呗？先吃泡。他也这个吃。吃那个，他吃那个呀。不要了。嗯，不要了。不要中不中啊？中不中都是抓，你中啊，上，吃等了。等了等局了是不？上去他吃跑，等这局，咱搁这一讲，这个局没出来，就看算算啊。上去，他吃跑，等香等局，你放中间，搁中你弄一讲，弄一讲他外讲，咱白跑退回来。外讲，嗯，可以。射一个炮，气最强攻，可以。嗯，你这一推，这个气啥气都没有了。那对，一推他给你放中，你就没法了。啊，三万弄下。嗯，都抓都弄。看那看都没法了。啥看相？灯泡。灯泡得有根儿吧你？俺想弄可不得劲。你想一起来讲？一起。拆了跑还拆局？十呗，啊，十呗，你不中不中？咋不中啊？不，他拆下来，他拆下来，拆一吃吃了又吃了分啊？讲的。没有。他那切不得，这的话再切打死了。你现在还不想想吃了？想吃了，那也打你中死，还不能吃饱呀？你吃两鸡巴怪不得站这会儿，他也想你到这儿。打死可厉害呀！打死不找你把局起来了，你厉害。你说中你说中死讲嘞，受不了啊！你光说你哪有暖气嘞？啥东西？现在都打死他局起来是吧？现在都弄点钱，能想也行，不管啥都是能想。我跟你说了，都是射的字不射字不中，再搁这一讲腿跑。他当中吃的都是多气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当中吃的挑一间吃半泡吃回来。他现在要。对。你给他搁中间。吃的在江窝。江宁外头。江窝外头。来吧，你既然是这搁这。别讲嘛，我操！先走了再说。这要推到巷口啊。嗯，对，可以，这要推巷口，巷口对可以。都推巷口。让人给你讲，他们他你他跟你讲你把局打了，那都是那样走的，你说。你搁哪？你看，直接不用干，直接就跑了，肯定走。大局没气啊，大局也高局，你这个鸡巴就来这吃你了，你肯定是腿跑，你气都是腿拿合适与你抢桌。你他带着浆了，关键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推巷口不成？你巷口不？推巷口不好，不中，只能推到马那儿就好。推到这儿只能推到马了，他搁这鸡巴给你落一浆。罗江，你把局给他打了，打了就死了。他弄不上，他弄不上，他搁不上。那带着带你给他，他给你讲，他搁不上。他讲你把局打了，他搁不上，他搁不上。架上吗？架去。架呗，你看这。架就给他拆了。他打了鸡巴快杀着浆了，你快这。他毕竟你拆了，他毕竟你拆了，拆了你杀回来这。杀回来那局，你杀吗？咋？你上哪去？你前面不敢讲，你来别的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前面现在一捡他菜杀过来就不得了了嘛？对，哟，这可厉害啊！他放中炮，上个死都多了，有啥事？加上他加上我上中死都多了，加上杀一枪，他上中是杀一枪，你杀中死还敢杀一枪？那打了，你光啊？对了，你光说厉害了，打了，我给他响了，都不了了吗？打。
我给他想了都多少，他一光亮了吗？你光捡底还是算？夹夹不上，夹不上，这他着都夹，他这帮着都夹，你咋走啊？走得上。对他这样子做的比较好，这样子这把叫举头出来。别急的，你光怕他打着的是吧？那就伤了呗。伤了，这是伤了。伤了。上来是出局，上来他没局，我那上关键是，能这行啊？才得搁那他找头奖咋走了？局先都找头了，你奖你都没找到局的，都是你有点点好福，找你，来吧。啊，对了，那算对这个棋，那跑丢了，那马丢了，打个马，你上马了？他我那上关键是。上一步，搁荷叶上，搁荷叶上，搁荷叶上找住任务看住是吧？上一步嘛。上嘛，上嘛，他吃出局，他看用局看住是吧？上嘛也是一个局，还是一回局，还是丢马还是丢？马还是马，你说这就可以嘛？就把局赶走了。啊，马打了，回来回吃粮。不是马再一回再等等马，他还是丢。把马都给你打了。你可以上嘛，等他来局。上马等我的局，我的局搁哪了？小南马，那还不中？那他欺负他强的，小南问题不好。你上马那是？这黑棋占优势，黑棋你看不住那是。看着没？搁这吧。哎，搁那是个好棋，搁那是个好棋。搁那，搁那。有点平局，还将，还得将。那他还是把你的马给打了。然后他一平局，打跑不了。先着头将，他叠局，他叠局杀四将。他上去，还是丢马，将吧还将吧，将他叠局都杀局，杀局他给你死了，你把马打了，都是这气。这他都不杀他的马，杀他的马。这都将，都是这气。还是丢人，还是丢个马。那你点局吧，只有点局。点局杀局将。杀局将，你有啥没谈？杀局将，他上去再杀一将，再把马一打，都多丢个士，多丢个马。现在都先杀第四将，已经再把马打了。哦，先杀第四。马打了，他们就吃你俩。好些马是不马？把马打了吧？打了可以又打着了，可以打过来。打过来也有根，打过来他有根，你换了，你怕你多丢个肉，还要把换。你让他多吃一个，多吃一个慢，打个慢。你吃吗？他要吃你俩的话，你把这慢就打。下士吧。下士都跑了。啊，怎么？下士杀局。把把局跑跑了。上下士上不了下。看，吃跑，对，吃跑。今天老实着呢。你后来你先吃了吧，那他现在都吃他了吧？进一步，攻一步。你的局先吃他了吧？我吃他了吧？嗯，他你吃饭了？他吃饭，你吃了吧？嗯，可以。可以，那不中，扎不中，扎不中。你先攻一步。吃跑，人家跑赛道这。吃跑，看着你吃一给他吃到了，吃到了马。吃马是将军。将军跟马爹的，将军的就先吃到那跑。那一吃叫他吃。哦，你反正你那人没得了多，你不吃也得吃呀。赛道这。打过来。嗯，他不敢吃什么？啊？他打过来吧。你只有打过来。接将军。打过他将军。给他爹马。爹妈去杀马去了，将军不成声，下去了，你要下去，下去也行啊，下去找将了，中啊，成去，成去，成去的，他跟爹妈，爹妈让他有局将，局将，将那跑个的，局将可以下是吧？你们真难玩还，马一丢，再退五局马丢，那得下，你想不懂啊，退五局，退五局。退步就上，一退跑就输了。我退马将了，一退马就直接一退跑就输了。哪退跑？哪退跑？退马将，我退马将。马跑，你退步局他咋走？能将啊，马不能踩上马，还打马，他敢打马。嗯，我是啊，我现在退马将了，退马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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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走了都算了，你哪有？对，老老实实。进吧。那就进。只有进。就这么进吗？这去。哎呀。马后跑了，最后这期走得好，嗯。
这住了，嗯，这住了，哎呀，错了咱俩，想的。